的感觉。这个地方你可以，我请一个可以来帮忙示范一下哈。我们这个徐百万是不是有唱过《熊爱的人》？熊爱的人，想起你的形影，暗淡的月，有你做阵行。熊爱的人，不知你今夜有在听，搁再一摆，大声叫你的名。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。